刚才啊，我看到这么一个帖子问呢，啊，为什么很少看到这个男生啊说和父母有矛盾的啊，反而大多数女生啊和原生家庭啊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呢？啊，这个帖子是这么说的，说我身边呢，即世界一下啊，我身边的男生朋友啊，很少吐槽父母的啊，几乎和父母没什么矛盾啊，反而是女生呢，要么就是家里重男轻女，要么呢就是哥哥弟弟些吸血啊，要么呢就是父母期待太高啊，要求这个要求那个啊，女生啊，好像怎么做啊，这个父母都不满意，而男孩子呢，好像不管怎么样呢，父母都会全力支持啊，也不会对他们找对象啊、学历啊、工作什么的插手太多。啊，女生在各方面就被要求啊，和父母这个矛盾也多。然后呢，这个我给大家念一下这个网友评论啊，我觉得网友评论真的是怎么讲，火眼金睛。嗯，一个评论说，还不是因为重男轻女啊，男的做什么都是对的啊，即使错了还有父母兜底啊，对女儿呢就要求严格啊。皇太子呢踩着呀几个姐姐的尸体来到这个人世间，一切都是为了他服务啊，父权呢在他毕业独立那一刻呢就在他手上，他就是一个家庭的中心和权力者啊，一个权力对待自己奴仆那叫支配，不叫矛盾啊。男的有什么好吐槽自己父母的呢啊，小时候调皮捣蛋惹人厌啊，会被美化成啊，男孩子就是这么调皮，这就天性，这就活泼啊啊啊，然后上学的时候呢学习差呢又被美化成啊，小男孩上高中就好了啊，肯定学校肯定啊后劲儿足，超过女生。嗯，再大点呢二十多了啊，父母哪怕砸锅卖铁都要给买好房子，无条件的送给儿子啊，婚后有孩子呢也不用他们生啊，甚至呢很多也不需要他们带啊，妻子老婆啊这个父母带，或者是甚至是岳父母来带啊，这么 easy 的模式啊，这么 easy 模式的人生有什么好吐槽的呢啊。还有的说呢，男的有啥矛盾呢啊，房子给买，娃给带，也不用自己生啊，除了极个别非常非常贫穷的家庭，哪个男的不是家里的心肝宝贝啊啊，奶奶的好大孙儿啊，爸爸妈妈的命根子好大儿啊，什么也不用说啊，高中就给他买好房子啊，毕业之后也是倾尽全家之力的供养。然后呢这个还有评论说啊，男生又能有啥矛盾啊啊，基本从小就是被夸大的，男孩子学习不好就说聪明但是不认真啊，大了呢这个家里砸锅卖铁呢也得给儿子买车买房啊，没本事呢不敢顶撞父母啊，因为呢结婚呢需要父母给出首付啊。他还有一个说呢啊，我认识一个和我同岁的男的，嗯，天天在家家暴他妈妈和亲妈，嗯，他妈妈呢和我妈呢逛街逛晚了，就被那个拳打脚踢，被儿子啊拳打脚踢，真正的拳打脚踢啊，送进医院去了。然后呢，因为家里穷呢啊，都已经退休了，60多岁的这个老妇女啊，竟然还去公司打扫卫生啊，因为忘了那个某个办公室的杯子没刷呢，被痛骂。嗯，这就是这个阿姨呢，经常和我妈妈哭诉啊，真是惨的耶。结果呢就这样啊，人家可听不得外人说他儿子半句不是，好大儿啊，还是那个好大儿啊啊，这还用问为啥吗啊，还能为什么呀啊，因为男的都是既得利益者，在家里在社会上都是父母对男宝那是真心实意掏心掏肺的爱，男宝都不满意吗啊，对男生就是无条件的付出啊，我哥哥他们做生意砸了几百万啊，本来好好的上铺房子都卖掉了，还想着图老人的养老钱啊，但是呢在人前人后呢，我们家父母呢还只会说，哎呀我们家孩子做事也很辛苦的，但是也很争气很孝敬我们呢。嗯，是的，即使是独生女家里也会有这种那样的痛苦啊，比如母女雌竞啊，你们听过父子雄竞过吗？嗯，还有啊，这个妈妈一定要压着女儿，一定要打压女儿，胜过女儿啊，踩着女儿，甚至虐待女儿，这种妈妈多的是，对不对？好。
好大儿啊，钱和爱啊，都要这个老两口呢手捧着奉送给他啊，能有什么矛盾呢？生儿为女就是原罪吧？男的等他把所有东西都弄到手了啊，父母老了干不了活了啊，那个时候才有矛盾嘛，对不对？啊，尽管说有，但是也是有矛盾的。但是呢，男孩这个儿子呀、啊、和父母的矛盾呢，和女儿和父母矛盾又不一样。同一个屋檐下，姐姐和弟弟可能拥有的是截然不同的人生。啊，我看到就是一些在家里啊是皇帝宠大的，是奴隶主被养大的啊，被当成奴隶主、皇帝、太上皇啊这种，还有的男宝们呢，动不动啊就反社会杀女人啊，就这个原因，因为在家呢你当惯了土皇帝啊，在社会上呢连条狗都不如啊，就受不了这个反差了，所以就要杀女人泄愤。他认为呢，这个所有的这个仇恨呢，这个让自己有这个落差的根源都在于女人不搭理他，不捧着他。啊，男的能有啥矛盾呢？房子给买，娃给带啊，生也不用自己生，啊，连被拐卖的男孩和女孩，啊，这个大部分买走了男孩是为了传宗接代啊，这个男孩都觉得养父母对自己啊，比对待他们的亲生女儿还好呢。他根本就不愿意告，他为什么要愿意回到亲生母亲的父母那里去啊？啊，对待自己亲这个养父母对待自己比对待他们的这个亲生女儿还好好多呢啊！甚至把这个亲生女儿赶走，全部赶走，光着屁股赶走，然后所有的家产归他自己来继承。他为什么还要说对这个养父母不满意呢？但是呢，被拐卖的女孩呢就哭了，啊，要么呢就是被这个养父母性侵虐待，要么呢就是。啊，早早的呢，这个被性侵、被虐待之后，啊，然后被送走了，就是被就流浪于无数个养父母的人家，然后就这么颠沛流离长大了，长大后又遇人不淑，就这辈子就这样过来了。然后男的在家里说当太子爷能有啥矛盾啊？而99%的中国家庭啊，其实本质都是重男轻女的。而很多家庭之所以并不表现出来呢，是因为她是独生的女儿，而剩下的所有啊都重男轻女，啊，一个人长期啊被那个被比较啊、被忽视啊、被虐待啊、被冷落呀、啊、被排斥啊，肯定会产生矛盾嘛，对不对？而且呢，就个别的独生女家庭啊，也不是说就是说100%没矛盾，那也。多的是父母算计自己的独生女儿的呢，舍不得，觉得她不配，啊，还不是因为重男轻女啊，男的做什么都是对的啊，即使错了还有父母兜底啊，对女儿就要求特别严格，特别苛刻，啊，除了极个别非常贫穷的家庭啊，哪个男的不是家里的心肝宝贝啊，奶奶的好大孙儿啊，这种但是能有什么矛盾呢啊？父母的好大儿能有什么好矛盾呢？啊，而且有啊，就是极少极少，一般男的呀跟这个原生家庭有矛盾呢，就说明这对父母啊真的是扭曲反社会。啊，基本上这个男宝那都是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啊。其实啊，族里女就是说这些网上的女网友啊，在意的也不是那些爸爸妈妈，啊，这个。就是怎么样啊，就是那些他们就是怎么着呢，他们也知道重男轻女，但是呢这个父母呢就是做的太过分啊，这个你想哈，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女孩要需要去经常讨论说父母给不给自己买房啊，啊有没有偏心呢 啊有没有重男轻女呀、啊、有没有荡妇羞辱啊，你这些儿子永远都不用经历，对不对？所以啊，我就觉得中国这个家庭啊，中国社会啊，就整个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啊，这个父权制社会都是扭曲的，都是变态的，已经变态了几千年了，是吧？